本来以为今年没啥新品笔记本了，所以说呢，我都打算做年终总结视频了。结果华为发布了一款新品 MateBook X Pro 2022款。这台笔记本电脑我是真没想到会在今年压轴发布。针对这台电脑有几个升级点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。首先是 3.1K 原色全面屏，这次不仅分辨率增加，而且呢官方宣称色准平均调差仪小于1，那说明本来就很强的屏幕更强了，我们要好好测一下。第二是它的键盘终于把之前的糟糕的手感改进了。第三就是散热，曾经的 X Pro 散热水平只能说是勉强及格，这次据说是提升幅度很大呀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些，我们还会演示它的很多功能，包括超级终端、 AI 隔空手势操作等等。具体实测表现如何，它是否撑起华为旗舰级 PC 的地位呢？看完本期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我们先来看配置， i7 处理器、 16G 内存、 1TB 固态硬盘，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了。其中呢有些细节的区别，比如说这个 i7 是 1195G7，和我们熟悉的 i7-165G7 相比频率提升了。再比如这个内存频率是3733的，相比我们熟悉的4266更低一些，可能会影响核显性能。然后是屏幕，这次的重点 14.2英寸 3120x2080 分辨率，100P3 色域，500尼特亮度，3:2比例，90Hz刷新率的触屏，面板规格是华为 PC 历史最高。与此同时，电池、机身厚度和重量都大了一点。说实话，针对这种核显笔记本，我还是更喜欢 i5 的低配版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 CPU 都是4核8线程，本质上差距很小。视频开头咱们就说过， MateBook X Pro 2022款的特点之一就是屏幕，所以说我们先来测它。分辨率 3120x2080， 3:2比例，四面超窄边框，实测色域很高。这台电脑还支持色域切换，可以在 P3 色域和 sRGB 色域下运行。我们分别测试了色准，在 Display P3 标准下，平均调差仪 0.86， 最大调差仪 2.27，切换至 sRGB 标准后，平均调差仪 0.92， 最大调差仪 2.09， 确实做到了双色域平均调差仪小于1的标准。那么实测亮度均匀性方面，整块屏幕最大亮度基本上都超过550尼特了，明显高于500尼特的官方标称值，均匀性表现也还不错。最后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 22.63 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 34.1 毫秒，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。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点评华为 MateBook X Pro 2022款的屏幕，那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曾经的老款 X Pro 就是同价位里的屏幕王者，如今的2022款更加巩固了这个地位。测完屏幕，我们接下去边看外观边体验外设。这次2022款的外观相比上一代变化不大，整机呢仍然采用 CNC 一体成型的工艺，表面有陶瓷喷砂处理，做工呢十分精致。我们拿到的这台是翡冷翠，实际看上去更偏向于蓝色，另外还有深空灰和皓月银两种配色可选。整机相比上一代厚重了一些，不过呢增量非常小，仍然是轻薄本的标准体型。充电适配器也增重了一点，因为功率从65瓦提升到了90瓦，既可以提升性能释放，还能增强充电速度，这个增重我个人还是很欢迎啊。屏幕支持单手开合，最大角度约为135度。这次华为终于把键盘上的双下巴摄像头挪到了正常位置，痛哭流涕啊。不过呢，即便避免多了一个摄像头， MateBook X Pro 的边框仍然很窄，整个壁面的屏占比达到了 92.5%， 观感很高级。 C 面是这次升级的重点，首先是键盘，它的键程得到了加长，官方宣称达到了 1.5 毫米，配合大尺寸键帽，实际打字手感比2021款紧实了一点，和之前 MateBook 14S 采用了同款的新键盘，整体确实升级了。除了键盘手感，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智慧语音的按键，在语音输入模式下，它可以把你说的话自动转换成文本输入，而在 AI 字幕模式下，它可以自动识别视频中的语音并转换为文字，支持英译中、日译中等翻译功能，字幕呢也可以保存成文本导出，实时翻译肯定有延迟，可以用来作为会议记录。那在触控板方面， X Pro 选用的是压力触控的方案，通过震动来模拟按下去的感觉，这让整个触控板都可以往下按压，且震感和按压灵敏度有三档可以调节。另外华为给触控板新增了6种手势操作，我觉得最实用的是滑动调节音量、屏幕亮度，在滑动的同时呢还会有段落感、震动反馈，还有指关节双击截屏和录屏的功能，用起来也挺方便的啊。这还支持录制桌面，不用求助于第三方软件了。总的来说，这块触控板支持独特的手势操作，再加上细腻的点按和滑动手感，整体很出彩，我认为是 Windows PC 排前三的触控板。最后再来看一下地面，依旧是熟悉的布局，进风口位于两侧，这里面同时还藏下了扬声器开孔，配合 C 面一起构成了6扬声器系统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来听听实际效果吧。
听下来各位感觉如何呢？个人认为 MateBook X Pro 的中高频表现正常，但是低频相对一般。作为笔记本音质整体还行，但如果是真的追求影音效果，那还是外接耳机吧。前面说了这么多好的地方，下面要聊聊我认为表现一般的地方。首先是这个 AI 隔空手势功能，隔空识别人的手势，这个原理挺高级的。首先它通过笔记本的扬声器发出超声波，然后声波遇到手就会出现反射，之后这个反射回去的声波会被笔记本的麦克风接收到，最后呢电脑根据收发超声波之间的信号差异来识别用户的手势，这就相当于内置了一个微星雷达。目前它支持三种手势操作，可以实现 PPT 和 PDF 的翻页、视频快进快退等功能。实话实说啊，这个功能创意呢还是挺足的。就比如说我正在一边吃东西一边看视频，现在手一推就可以暂停播放，不用担心弄脏键盘了。但是呢目前这个手势操作的灵敏度还有待提高，有时候我滑一下这个 PPT 可能姿势没有摆正，也可能是速度太快就会识别失败。据华为称，这个手势功能有算法学习的过程，会越用越灵敏。由于首发测评的时间比较紧，这个只能通过时间来考证了。另外这个视频的操作功能目前只支持爱优腾的桌面程序，网页端还是不支持，视频的应用还太少，希望华为未来能够开发更多场景吧。另一个表现一般的地方是接口，上一代的 MateBook X Pro 虽然接口少，但是至少还有一个 USB-A 啊。结果呢到了这一代全变成 C 口了，而且还不是雷电4，日常使用非常依赖扩展坞，华为在配件中附赠了一条 C 转 A 的线，这条线一定要用上。好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 MateBook X Pro 2022款的外在。今年这台电脑外在总体上是进步的，既增强了优势又弥补了部分劣势，除了接口我不满意之外，其余的地方表现都挺好。那看完了外在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测内在了。性能部分我们有理论跑分测试、实际应用测试以及华为一些特色功能的实操展示。先来看 CPU 部分，它搭载了一颗 i7195G7， 可以看作是英特尔11代低压处理器的究极灰烬版。相比之前常见的 i7165G7， 它的 CPU 单核频率增加了 0.3GHz，全核频率增加了 0.7GHz， 仍然是四核心八线程。我们先运行 Cinebench R10 单线程， i7195G7 只跑到了567分，比 i7165G7 还差了一点点。哎，这不科学啊。我们研究一番之后发现，原来是这台电脑的风扇策略偏保守了，在跑R10单核这种中等负载时转速比较低，结果 CPU 会出现过热降频的情况，不能一直维持在 5GHz。 为了测出这颗 CPU 的真实性能，我又把它放到了上海5度的室外又跑了一遍，这个结果就比较正常了，不仅超过了 i7165G7， 甚至能赶上顶级的 i9119800HK 了。至于多核性能部分，照例跑了一遍 R20 循环，第一次分数稍高，达到了2316分，之后分数会稳定在2200分左右。从记录的 log 可以看出，第一次跑分时 CPU 功耗可以达到50瓦，然后呢逐渐回落到33瓦，之后的跑分都是先充上40瓦，然后很快回落到30瓦运行，对应的频率为 3.5GHz。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啊，今年年初我们测评了2021款的 X Pro， 那个时候 R20 循环功耗只能维持在15瓦，这次能维持在30瓦，直接翻了一倍啊。得益于功耗增加， MateBook X Pro 的多核心分数相比上一代提升很大，超过了 50%， 这个进步幅度出乎我的意料。然后再来看图形性能， i7195G7 搭载了 96EU 的 Iris 核显，主要是频率相比 i7165G7 提高了100兆赫兹，不过这台电脑采用的是3733兆赫兹的内存，核显的性能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。实际跑分也印证了我的猜想，三个项目中只有 TimeSpy 比 1165G7 加4266内存的组合高了 9%， 另外两个项目则是基本没有区别。看来核显频率的优势一定程度上被内存频率给抵消了。测完理论性能，下面是实际应用中的表现。原生分辨率对于核显来说压力太大了，所以说呢游戏测试放在 1080p 下运行，只测简单网游，三 A 大作就不测了，没意义。实测最低画质 CSGO 平均176帧，最高画质 DOTA 2 61帧，基本上能达到流畅的水平。内容创作部分，无独显的电脑不适合 PR AE 这种重度工作，这次呢也就测试一下 PS， 最终得分750，这个分数比不上那些创意设计 PC， 但是差距呢也不大，偶尔用来修修图是足够的。总的来说， MateBook X Pro 2022相比上一代的性能提升还是很明显的，用来应付绝大多数商务办公和轻度游戏需求都没问题。但如果你有很强的游戏需求，那这部分性能提升与你无关，想玩游戏还是得买其他独显型号。那除了所有笔记本电脑都会测的传统性能之外，华为的电脑还有很多特色功能，比如说这次新引入的超级终端。简单来讲就是设备之间的连接方式变得更直观了，现在曾经连接过的设备会悬浮在电脑四周，只需要拉一下即可完成互联。同时新版的控制中心集成了各种常用的小组件，
不用再去一个个手动找了。连接成功之后，手机可以开启多屏协同，支持操控三个手机窗口，同时呢还可以实现解贴板共用、电脑编辑手机文件等功能。这次华为还更新了智慧搜索，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搜索手机内部的文件，能通过文件类型进行筛选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手机系统文件管理混乱的问题。那除了和手机的多屏协同之外， MateBook X Pro 也支持在平板、显示器、智慧屏上进行无线投屏。在连接平板时，除了传统的镜像、扩展两种投屏模式之外，还支持共享模式，可以在 PC 和平板之间实现文件互传和键鼠共用。总之，在笔记本与其他智能设备的互联这方面，华为目前是做的最丰富的。如果你正在用华为的其他设备，那这些功能应该可以帮到你。应用实测搞定了，我们再来看看内部构造。这台电脑拆解不难啊，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用吸盘揭开后盖。注意，脚垫下方还有隐藏螺丝，不拧下是拆不开的。可以看到，电池占了比较多的空间，容量为60瓦时，比上一代的56瓦时多了一点点。实测 PC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9小时16分钟，这个成绩只能说及格，估计是屏幕耗电量太高了。电池正上方是固态硬盘，三星 PM981A PCIe 3.0x4 速率，实测读取和写入都挺好的。虽然不是 PCIe 4.0，但是也是高端固态。内存颗粒位于主板背面，板载 16GB LPDDR4X 3733兆赫兹，实测读写速度要比常见的4266兆赫兹内存弱一点，比较可惜。最后是散热，这一代的 MateBook X Pro 仍然采用了 VC 均热板在双风扇的散热模组，同时进行了不小改进。出风口由原来的一左一上改成了从屏轴两侧出风，理论上可以解决之前机身右侧偏热的问题。风扇的尺寸呢也比之前更大，可以提供更充足的进风量。华为宣称这台电脑的性能释放水平相比上一代翻倍了。下面我们用烤鸡来检验一下，升温25度，使用 FN+P 切换到高能模式。对于这种无度线的轻薄本，先采用负载较低的 Stride CPU 进行测试，30分钟后 CPU 94度功耗 30.8 瓦频率 4.5G赫兹，然后再试试压力更大的 Stride FPU， 结果核心温度和功耗基本没有变化，仍然是94度30瓦，只是频率下降到了 3.4G赫兹。下面再来看看表面温度，最高的键帽 38.2 度，发热区域比较大，形状呢则是和 VC 均热板差不多，好在温度数值并不高，空格和方向键则比较凉快，只有30度左右。然后是背面温度，中心点 36.1 度，整体比较凉快，出风口位置稍热一些。在烤鸡的过程中，机器满载人位噪音是 45.4 分贝，轻薄本的常规水平。在我看来， MateBook X Pro 2022的性能释放激进了很多，上一代2021版限制了15瓦功耗，满载只有66度，我还批评它太保守了，这一代就直接翻番了，满载30瓦功耗94度已经是极限了。值得表扬的是核心温度达到了极限，但是表面温度没有明显变化，还是控制在了40度以内，说明这次散热的改进，特别是隔热性能的改进效果很显著。好了，在看完了屏幕、外设、性能、散热等一系列测试之后，相信大家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印象。我们这里总结了三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，先说优点。第一，屏幕素质极高， MateBook X Pro 身为华为的 PC 旗舰型号，屏幕从一开始就是最大的优点，如今新款 X Pro 依然没让我们失望，这块屏幕的实测表现很像华为这家公司给我的感觉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第二，性能释放进步明显，热设计其实是华为一直在钻研的地方，但客观的说，之前的效果一直是差强人意的。是的，我的意思是大体上还能让我满意，如今苦功多年的领域终于有了明显进步，性能释放提升肉眼可见。第三，触控板手感优秀，实话说这块触控板我曾经在 MateBook X 上已经见过了，但是那台电脑体型太小，触控板面积受限，如今在 X Pro 上压感式触控板能够放开手脚，再配合新增的手势操作，这体验在 Windows 阵营里是名列前茅的。说完了优点，我们也得聊聊缺点。第一，扩展性较差，2022款 X Pro 在很多方面都进步了，但是扩展性却有些倒退，不仅没有雷电4，珍贵的 Type-A 接口也消失了，身为商务本，接口扩展全靠转接，实用性在哪里？第二，内存性能一般，我知道华为有各种理由来解释为何用3733的内存，但事实就是大多数笔记本都是 LPDDR4X 4266兆赫兹了，明年就要 DDR5 了，希望华为在内存上不要再落后了。第三，发布时间太晚，讲真啊，如果这机器是年终发布，那我的兴奋感会比现在强很多，现在发布11代新品，留给 X Pro 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今年1月发布的 MateBook X Pro 2021款的视频评测啊，当时我们列举了3条缺点，如今华为已经全部改正了，一般厂商很难做到这个，所以说我真的很佩服他们。那么针对这台电脑，我比较推荐那些预算比较富裕的高端商务人士，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用华为手机、华为平板的用户，新推出的超级终端功能和华为的笔记本联动起来很有意思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期测评，还请帮忙给我点个赞，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。这台电脑获取良心获取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，
这是比巴评测试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